这个护怀护手的这些东西呢，希望来保护他们的健康，最重要的也是感恩他们这一份的护持，这一份的爱心。很感谢他们，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真的非常帮助很大，所以现在今天院长送，大家非常感动。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感谢同心圆餐厅共膳组用心准备餐点，送上护具保护他们的手、脚踝跟膝盖。20位共膳组的同仁大家动作利落，全员动起来，为从各地到医院帮忙打扫的志工准备餐点。他们不觉得辛苦，只希望评鉴能够顺利通过。 职工们一起付出呢，真的都像家人了。慈济环保落实社区，在基隆市中心少数的定点环保站之一。